我离开了西港，来到了金边。那现在我要去乌雅市场 ，Sawasay。顺便带大家看一下，其实我好久没有来金边了，上一次来已经是半年前了。但说实在，自己来金边这是第一次啊，所以也算是我的冒险初体验吧。这不得不说，这个金边这边的繁华还是有差，嘟嘟车的数量真的超多哎。现在金边36度，各位可以看到我额头上的汗。不过坦白说啦，我个人是不觉得有热成那个样子。来到了乌雅西市场，这里叫沙沃森。然后我今天要来买这个东西，不知道找不到。哥，你面个板搞到红的。他的回答得太快了吧。原来你搞弄我要不要吹我三还有满的一我是男的我马的我还得吹我还得三该以后你不到位เป็นดอกนี้หรือดอกบนดอกเลยที่อานาธอมพัดฮะย่ออานาธอมพัดบุญเกี่ยวกันบุญ终于找到我要问一下我妈她原来是有往左或往右走知道这朵老爷来歪一边摆一边摘还能thơm phát了吗thơm phát บนเลย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我以为会买很久，结果一下子就买到了。给各位3秒钟猜一下，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好了，答案就在这里。OK， 我们走到下一个市场去哈。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沙通，沙通在柬埔寨语呢是大市场的意思，可是，在英文或者在中文里面都把它翻成中央市场。这个市场它距离刚那个乌雅西市场大概850公尺，在这里琳琅满目，基本上什么都有，玉啊、黄金。那我今天是来帮我爸买一些，他想要有那个吴哥国案的衣服，我都看到了，就是这种，现在有点改版了吧？还能摸一满。อันนี้$8จามินปอวามินเลขเมียนนะจ้าโดยการนึงให้เมียนหนึ่งกวัดเลยมีนจามินจะจัดสลันยังอันนั้นทำพัดเล็กมันอีกใบจ้าอันนั้นเจ้าบ้านนะเจ้าบ้านแล้วผมปลาละชูนู้อันเหลือปีอันยังดอกปีมันก็ใช่ถ้าเมียนรู้ผังกวัดนั่นมีนบ้าบ้ายังโยอันแล้วกันเลยโยอันปันตาโยหกนั่งยังบ้าเจอรูปนั่นจ้ารู้ผังกวัดจ้า我觉得空间应该还在再往下6318，也是说一件其实可以买到台币180左右而已。我以为会找很久，因为我自己也不常来逛，结果呢两样东西，衣服跟刚刚那个铁块，很快就找到了。那说实在，我现在非常的饿，早上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吃过任何的东西，不知道卖吃的在哪里，找一下吃的吧。在这边吃很痛苦哎，超热的。还是我在旅馆点外卖就好了，对吧 ？Hello， 你关口，关哪口？关关的啦。5000。对，关的啦。5000比在那边，比在西岛的，再贵1000块。A few moments later， 我这个人真没办法，就是。有很多间竞争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要选哪一间，我就常常就是干脆就不买了。可是我现在受不了，我太渴了，我还是得买椰子来喝。坦白说，不贵，也不是特别便宜。本来还要去塔山的，但我受不了了，我先回旅馆把这些东西都放一放，
然后就只背这个背包出来。我想要趁这个白天在这里金边走一走。哦，其实我觉得热、流汗那些都不是问题，就是便利的问题。我现在身上背太多了。A few minutes later. OK， 我后悔了。我回到旅馆之后，我就不想出门了。就这样，结束，拜拜。